浙江新北市双溪区的平纳里会迎接共产日，中华天赛星星奖在家电影协会只要来到平纳里来展演，带来唱歌跳舞，大家的长辈是拢讲非常精彩，非常欢喜。双溪区平纳里伫浙江举办樱花的共产日，现场是特别闹热，因为中华天赛星星奖在家电影协会就要来到平纳里展演，带来歌舞，让大家的长辈看了拢讲真精彩，也让偏乡地区较无接看的演出呈现伫长辈面头前，让因看甲真够开。中华天赛哈新生奖才艺展演协会哈来到我们平纳里哈长者共餐哈。表演哦，精彩节目哦，给我们哦这些老人家哦观赏哈。哦，我们这个乡下地方哈，比较偏远地区，有这种团体的表演的，真的是非常不简单。所以今天我特别席开十八桌，邀请所有我平邻里的所有乡亲，大家来共襄盛举哈，观看哈这个从，室内哈。都会区过来的表演了，那真的是不一样。我们平常都是到一些弱势团体、老人院，然后表演给老人家、弱势团体他们的表演活动。我们的活动都丰富多彩，有歌有舞有乐器。那今天也非常荣幸被邀请到双溪区，平邻里双溪区萤火族老人活动中心。中华天赛星星奖在家电影协会常务干事李娇丁表示，协会是协助在家的新奖朋友，让因有电影的舞台。今仔日真欢喜来到双溪，看到长辈拢笑啊，嘴啊咪咪，就是因最大的动力。今天这一场那个应该是公益的啊，公益的演出啊，非常不简单哦。大家看到这个水准哦，真的是职业级的哦，这个片哦，阿杰阿弟哦。Polo 这边啊，对啊 ，Polo 这边啊，他都咱看到啊，真啊真欢喜，来跟咱相客，来跟咱表演，啊，相信咱今日嘛是咱的共餐哦，老人共餐哦，咱市政府咧推动老人共餐，包括咱平林里吼，包括阮相客，包括全台湾新北市吼，拢是足认真的，因为这个共餐对咱地方吼，尤其较偏乡的老人来讲吼，大家每一届来食饭，就是跟咱这厝边头尾好朋友，跟咱食两餐两顿。人美心美天使心哦，我们的那个才艺展演协会真的非常的棒，非常谢谢我们的秘书长还有我们的团长，他都要力求你搞啊哈，说明哈，一共这是我们魏明亮，那的代表哈，魏主席，那的主席哈，你看真正是可以说是他认识的一个非常非常优秀专业的一个团体。来跟咱相客，这整下所在真正是无简单哦，很荣幸。对对，真的非常谢谢你们，而且。平纳里里长黄天祥讲，真感谢你来的新书协助媒合，让过去只有伫都市才看会到的协会演出，也会当呈现伫遮阿公阿嬷面头前，让偏乡加一份欢乐的气氛。记者陈秀美新北采访报道。